完了，刘哥晚上好，C 姐晚上好，今天晚上又分享不了了，今天晚上又是分享不了了，哎，晚上好，你又打瞌睡了，哥，晚上好啊，我给 T 姐发的信息，货拿回来了。晚上好，为啥？不知道啊，这搞不懂，弄着弄着都分享不了。今天晚上有很多新货啊，不管他了，分享不了就分享不了了，无所谓了。反正咱这个小门小店的，让咱分享咱就分享，不让咱再分享咱就不分享，那个也没啥。我分享不了，不过你们可以分享。你们是可以的啊，晚上好，哥姐们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。咱们回来几个 C 姐、刘哥，还有谁？什么一上船呀？搞不懂啊！晚上好，哥哥姐姐们。蔡文哥邀请一下，姐邀请一下。晚上好，哥姐们啊，晚上好，谢谢啊，谢谢 C 姐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晚上有很多没货啊，有很多没货，新货。我想等一下那个 T 姐回来了，给她看一下，给她看一下。哎，晚上好，董哥，董哥晚上好。今天晚上我是分享不了了啊，就这样了。咱们能来多少人，咱们就来多少人，好吧？我声音怪怪的，就是这样啊。我这一段时间，自从我感冒之后，这个嗓，这个声音一直就这样，不知道咋回事啊。文哥晚上好，文哥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文哥。今天晚上有一个好东西啊，等一下给你们看一看啊。有一个好东西，你们肯定喜欢。你去搬人，谢谢，的哥，晚上好，的哥。我是搬不了了，只能靠你们了，哥哥姐们，只能靠你们了。啊，干嘛？你当人多少钱？给这些货体内坏东西太多，毒素要排掉，有可能。给这些货都做证书，昨天放到那个鉴定机构那里没拿回来，所以昨天晚上找不到，肯定找不到啦。晚上好啊，哥姐们，燕姐，燕姐叫一下 T 姐，T 姐过来看一下。来人呐，失火了，可不可能这样叫啊？晚上好啊！哎呦，歪哥，晚上好，歪哥啊，YK 哥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这个昨天晚上没有看，今天晚上可以看的啊，因为我这个手刚刚洗完。还有谁的？我看这今天晚上谁的起货啊？
这些昨天晚上没看到的，今天晚上给，就是说嘛，在这里放的。一个关公，一个关公，手串没拿回来，平安扣，老虎都没有好嘞，小兵剑，貔貅，你看都单独做的证书，全部是单独做的啊。这是做鉴定那一批嘛，昨天晚上不是说兴致勃勃让 T 姐看起货的。兴致勃勃看起货的结果，人家起货也没有看。行吧，没所谓了，先放在这里吧。这是谁的？这个是 L 姐的这个关公。这个是纠哥，这个是蔡文哥的关公。这是 T 姐的貔貅，还有猪哥的那个平安扣，还有 T 姐的这些小兵劲儿，就这一点啊。没事，等一下他来了再看吧，咱们先把这个放一边啊。进来见识大家的好货。行，我也可以哥想看看了，也可以。哥，你在这等着，等一下他们来了嘛，再看嘛，是不是？来了再看，好吧？其实，昨天起货也给你们看了，先放在这儿，等一下 T 姐过来了，打个招呼啊。咱们先看今天晚上这新货好不好？哎呦，林哥你来了，林哥。林哥，你看，昨天晚上 T 姐的，这是今天晚上的新货，看到没有？今天晚上的新货，还有龙龟，咱们家有的人可多了啊。龙龟看到了，哎呀，龙龟，还有个龙龟，还有这个就比较特色了啊、哦，料子又细腻，种水又好，是不是？又比较特色，龙龟不小心编断了，哪有啊？它怎么会能断呢？不可能会断的，是不是？还有这种美美的手牌，给，是不是？紫加黄的，紫黄紫加绿的，还有冰紫的，加红粉的都有。你看这是多好的，专卖龙龟。龙龟漂亮嘛，是不是？适合做龙龟，咱就做龙龟呀。东西太多了，你反正是。做龙龟稍微做的快一点嘛，其他的题材可能没那么快，有毒。哎呀，还有人没有嘞？那刘哥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刘哥都没有龙龟，这个今天我这个是缅甸翡翠，这个就牛了，这个，对，这个料子多牛的，前面聚宝盆，该龟则龟，你龟头做大一点。这龟头还不大吗？我的哥，这龟头还不大吗？还敢说？哎，江胜明哥哥晚上好，这龟头还不够大吗？对不对？你看这龟头还不够大吗？怎么这么冰的料子给？我是不是把桌子应该清一下啊？500收了，我大爆你的牙！你都有了，这好肯定好了。这个如果这几个做一套，你看这三个做一套多美呀、啊、是不是？好可爱哟。对哟，两只1000收。哎呦，林哥你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大方啊？要出1000块了还喷水，
这是水吗？啊，文哥，你怎么就是老是说喷水？难道这是水吗？这不是水耶。哎呀，把这个收一收吧，这里放的太东西太多了啊，收一收。让你看清一些。哦，行，我把桌子收拾一下嘛，你这摆这么多，我都没地方摆了，是不是？没地方摆了。啊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今天晚上龙龟应该是要轮到那个谁了，应该是轮到别人了啊。咱家这个龙龟确实做的很不错的啊。你收拾自己吧。来，这个龙，然后那个 C 姐说了，C 姐那个龙。他暂时是没办法收啊，C 姐那个龙暂时没办法收，然后就让出来了。然后让出来的话，如果跟这个我看一下能不能配成一对啊？还还我货头，今天晚上你看这是不是货头啊？都是新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晚上你看这是货头不是？我把这些玩意儿摆一下。重新弄一下，关你屁事儿！哎呀，别耍小，别耍，别使性子了嘛，对不对？最起码呀，你说你长两个肉球了，我还能给你哄一哄。你不长两个肉球，你让我哄着，怎么让我下得去手来？我受人家不要的。啊，那就不拿出来，也没有拿出来呀，林哥，那也没拿出来，那紫的是啥？这个嘛，这个是貔貅哎，这是手牌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手牌，紫的，当你捡垃圾的，我嘞个乖呀！你看，多么美的，多么清爽的料子。P 哥，这照片雇的。哎，我看一下 P 哥。哦，P 哥，你这照片是的。哎呦，我还没有看到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有看到，真的没有看到 P 哥。我是按摩人士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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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干嘛的？你敢说你在哪里做吗？来，咱们现在要看啊，油不打了啊，等一下再打。绿的龙龟不错，那肯定了啊。你看，三个色，是不是？什么颜色都有。晚上好，哎呀，文哥，怪小弟眼拙啊。眼拙，没有看到我那个 PU 哥的那个这个帅哥啊，帅哥的照片。好，黄色的好，你就喜欢黄色的是吧？你看鼻子中间还是黄粉的，你看这个做的多特色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紫色的也，这个淡紫色的也不错诶，这个水头又这么好，淡紫色的，是不是？主要它水头够好，所以它是显现的不是太紫，但是有一股紫气在里面，是不是？有股紫气在里面，三只都好，对，人家三只松鼠这里是吐口水，我靠，如意呀，如意呀。你别把如意整成口水了，你直接把它整成哈喇子不就好了啊，哥？给整成哈喇子。晚上好，哥姐们，你把它整成哈喇子不就好了？是不是？
不是我的海草。哎呦哎呦呦、哎、呦！喊你老师，我老师咋又得罪你了啊？天天我老师，我明天都告诉我老师，给老师打个电话。天天我老师，老师咋得罪你了？老师找我老师。燕姐，晚上好，燕姐。你今天下午干我老师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来了，燕姐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，来，先看这一句儿吧。这就独一无二哦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哪有听到啊？是不是，姐？我可没有这样说啊。这个你看，不管手把玩呀，或者是其实不用手把玩，这个摆在桌子上其实是很哇塞的啊，这个还讲得很顺利。那你有没有打电话告诉你老师？啊，哥，看这个料子真的是很，看，别说了，你只要这样说，你老师肯定是男的。林哥，你老师肯定是男的啊，肯定不是女的。等一下，那个 T 姐过来了，给我说一下啊，我来给她看看起货。L 姐的已经开过了，看看这貔貅前面放了个聚宝盆，抱着聚宝盆，看到没有？真正的招财进宝啊，里面全部是元宝、金银珠宝啊。看到没有？没有姐，没有没有。今天我没有起货啊，就是看那些做证书的啊，没有起货。貔貅要，这是香炉吗？哎呀！貔貅的手有点长，长吗？长吗，哥？你们这样说让我咋卖嘞？是不是？你们竟然这样说，我勒个妈扎爷呀！手指，指甲盖长了一点啊，你看看，加长型的。现在流行美甲嘛，对不对？流行美甲，料子是很不错的，种很老的啊，拿到手里面沉甸甸的，种很老的。这个摆在桌子，摆在桌子很漂亮嘞。哦，好好好好有没有对这一只有感觉的、有兴趣的哥哥姐姐们？对，咱们重新说啊，我重新说，有没有想发财的哥哥姐姐们？啊，想招财进宝的哥哥姐姐们？
咱重新来过啊，重新说。家常情，题材对，但色不对。这个色，哥，你能看出这是个什么色不能？你能看出这个色不能？就是贵贵这个色，姐，哥，贵这个色。你叫 T 姐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燕姐。情绿底的，是不是？情绿底的哥，下面是乌鸡，对呀，下面也是，它这个乌鸡还不是那种没种的乌鸡，这很老的、很老种的乌鸡，可以。你看乌鸡的种，是不是？这么老种的缅甸乌鸡，要是如果不是上面，不是上面带着点肉。还搞不好还看出来，还以为是那个是微料的乌鸡的，这是缅甸的乌鸡。你看，满满的一盆子财宝，是不是？白白一盆子，它料子好，雕工就能做细。有对眼的也别说话啊，哥哥姐姐们，有对眼的说话。林哥的龙，这个今天晚上新做的，谁知道呢？林哥现在，现在不知道是咋了啊？哎 ，T 姐你来了，我洗个手，洗个手给你看看你的货，因为你的货的已经做完证书了。洗个手，稍等一下。来，提姐，看看你的货来。证书就不给你看了啊，证书都在这里啊。哎。他现在喜欢配龟的动物，要来点特别的，单单龙都没兴趣了。哦，那不就是龙配龟吗？这个14K 的链子啊，人家卖链子的说，保证那个一年不会褪色啊。UL 哥晚上好啊，这个那个。这种的那个谁那个卖链子说这个保证不会褪色的。这小冰剑反正是就这样呗。来姐。给每一个都给你做有鉴定证书，你看一个货才多少，做一张鉴定证书要5块钱。
昨天下午本来要收一对的，他不卖我，我就不买了。啥时候的事儿啊，林哥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昨天下午有吗？来，T 姐，这个是如意头。热死了，这个灯开着。其实我喜欢有。燕姐，昨天下午有吗？昨天下午就没有，好不好？干，你有截图。昨天下午啊，是我晕了吗？来。现在可以传我，那不知道是啥时间的事儿。今天是11号了，老林哥，今天11号了，你说这几号的事儿了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给这小东西啊，这一堆200块钱人民币啊。那个龙，你卖别。燕姐，那个龙，那个C 姐说最近可能收不了，就是她收不了。我有啥说啥，我也不隐藏，是不是？人家说留嘛，人家说留，是不是？给，这是5个啊，5个200块钱，每一个啊都做的有鉴定证书啊，5个。给，看到没有？5个200块钱。小龙不是大龙。小龙，我昨天啊，昨天我是说给你安排，是不是？单子，给，那5个如意200块钱。T 姐，看到了吗？T 姐，你去赖。行，我去赖。哎，我来看一下吧。还有别的啊，T 姐？赖收不到信息。这个朱哥的这个也不用看了，朱哥这个已经看过了吧？这个，啊？朱哥，这个扣子已经看过了，给。这个只是又去做了鉴定证书啊。来，L 姐，你来了，L 姐。给，这个是文哥的啊，这里面啥？这个里面是那个，不管他了啊，那个弄下来掉了。这是文哥的这个蔡文哥这个他是那个做完鉴定了拿回来给你看的啊，文哥。Hello，L 姐呀，来，给文这个的，主要今天晚上要给那个 T 姐看一看，因为这些起货应该都看过了，就是T 姐的没有看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 L 姐的，L 姐这个你也看过了吧，L 姐，哎。你这个300块钱的也看过了吧？是不是，L 姐？你这个也看过了，也不看了。来，来，L 姐，那个 T 姐，你看你这个飘花的，这是一对啊。我虽然你一对买的，但是我每一个都单独的有给你做鉴定证书，色一步的。没有啊，没有唉声叹气的，有点热呀，的哥，今天有点热，亮不亮，姐？来，L 姐，我现在没有翻译啊，朱哥，你
你帮个忙吧，如果 L 姐是给我说话的，你帮个忙啊。给，亮不亮 ？T 姐，是不是？当时那个放的时间长了，上面脏脏的，到都是灰呀。你看抛完光漂不漂亮 ？T 姐，现在我两个手都在忙着，我没有翻译啊。冰飘花的，你看这多好的，特别是那对黄色的，他说漂亮哦。好的好的，感谢 L 姐啊，因为我看英文看不懂。哎呦，我 UK 哥还好，咱们家里面有 UK 哥，有 D 哥，有文哥，你们懂英语的啊，可以看，我不懂英语。给 L 姐这一个就值个2000块钱，这一个你看，这一个子母貔貅，是不是 L 姐？这一个就值2000块钱。嘴里面还含了一个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 L 姐？这个灯我本来都热，这个灯一开更外热。给，别的不说，就这一个就已经超值了，是不是 L 姐？那天你没来，给哥姐们欣赏了，含卤蛋啊，你说含卤蛋就含卤蛋，含鸭蛋都行。 LC 姐有 C 姐点的赞啊、哦、感谢 C 姐， L 姐点的赞也感谢 L 姐，我刚刚看到了啊，是不是 C 姐？那个 T 姐可以截图脸，截吧，是这样截吗？鼻子那里面那个不是黑点啊，姐，回家的时候你把它弄一下，弄个牙签啊，弄个啥东西把它弄一下就出来了啊。我手上太多有汗，我不想再去摸了，再去摸的话容易。这个可不敢喊我的 T 姐不要了，喊我的你让 T 姐怎么收，对不对？不能喊我的。你看这些就是那些小灰尘呐、啊，这个也避免不了。我手上有汗，如果我现在不停的去给你弄，等一下你那个上面都有我的 DNA 了，是不是？鼻屎啊！哎呦，我的个妈呀！哎，等一下 ，T 姐说，我不要了。你们说鼻屎。等一下又说含卵蛋，等一下又是含鼻屎的，等一下给 C 姐整的，我 C 姐说我不要了啊，含这么哇塞的东西，我怎么好意思收嘞，是不是 ？T 姐，给这个嘴里也含的有啊，这个鼻子里面就没有鼻屎啊，很干净的。再闻把你头打歪。到时候拿到新加坡让那个蔡文哥，上蔡文哥去抠，是不是？大林哥包。没事，咱们是习惯了。T 姐只不过是，T 姐是来咱们家是第一次来咱们家买货，可能不太习惯啊 ，T 姐。你们你就那个，你就当他们，就当他们那个，打他们啊 ！T 姐不要叫林哥陪，这个嘴里也含了一个珠子啊。L 姐，他们经常就是啊，别人起货好了，他们就可劲的损别人，生怕别人。开心一点啊，这些鸟人。没事没事，给 T 姐说呀， T 姐你习惯就好啊，这也你习惯就好，这些鸟人都是这样啊。林哥就远了，没办法了啊，这个
文哥是新加坡的，到那个到你领货那天，让燕姐把文哥给录过去，到那里把文哥的头给打歪啊，是不是？让文哥去抠，把它抠出来。就是让你看完期货，这个嘴里也有啊。看完期货，到时候发货的时候都发给燕儿姐了。你们五个人，我发在一起，到时候我单独给你们拍照啊。所以说你第一次来，你很相信我，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你们信我，我定不负你们，肯定会让你们满意的，是不是？咱这个也不怕，也不是说反正你把钱给了，我就。就随便给你整一整，抛一抛光，随便拿去抛一下光，直接都给你发走了，没，咱不存在这个，咱回来肯定要仔细检查，不光我要检查，也要让你们看，有需要改动的地方，有需要修的地方，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咱继续整，咱只把它整到满意。你手不存在，不行，我正要玩你的手貔貅嘞，哎。不行，你的貔貅今天玩不了了，林哥，你的貔貅今天玩不了了。你因为你的貔貅今天，今天那个也拿去给你，我也不知道是给你做证书去了，还是给你做底座去了。反正最近2天是玩不了，等拿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玩。啊，拿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拿着你的貔貅再玩一玩。好了，咱们言归正传，咱们现在就看看。你不要证书啊，那可能是做，可能是做那个啥，做底座去了。来吧，你是哪一个字看不懂还是不听？你是哪一个字？你手不准再碰我的貔貅，怕你脏了我的貔貅。来，看一看。有皇家绿的、皇家紫的、皇家红的，有满黄的啊！这漂亮吧？这些全是高品质的啊，全手工，你看到没有？纯手工高品质的。来，有姐姐在可以收啊，这个好看不贵，价格实惠啊。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，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这个绑了手办，你看。特别这个弓啊，特别特别贵，啊！有喜欢的哥哥姐姐们啊，这个到时候编个手绳，你说美不美，漂不漂亮，是不是？这种的戴上非常大气。姐姐戴上非常秀气，非常温柔漂亮，是不是？美，给这都是兵家伙的。我喜欢紫的，但是我不喜欢编的。你不喜欢编的，穿木珠呗，姐。我这里有一条那个檀，那个，据说是沉香啊，据说是沉香，用这个穿起来也行嘛，咱不编，咱穿就行不行？用木珠穿起来，好不好？你要是想要的话，买一个，然后用木珠穿起来呗，是不是？咱整这品质都是老高老高了，是不是？比这品质高多了，这又不是一个档次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咱家各个品质的都有。如果用手表设计，效果就好。啊，有设计手表的，但是那一种的话，哎呀。设计手表这种也可以啊，是不是？用那个，表带，其实那个很简单啦，姐，那个其实很简单啦，这里打个孔，这里打进去，哎，算了，不要猜，你猜不用珠串，好，没事，每个人的那个喜好、爱好、风格都不同啊，那是元宝貔貅，对对对，T 姐，这个是。
这个是招财进宝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聚宝盆，那个紫色几毛钱？哪个紫色？啊，你哪个紫色姐？这个最贵啊，这个最贵。你要哪一个？主要你是要看哪？这个紫加黄的，这个紫加红的，这个紫加绿的，春彩的。你要一二三四哪一个？你要说哪一个，我再跟你说，这都不同价格的姐，都是不同价格的。你说哪一个，咱就说哪一个呗。干不用问，听到贵就晕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你就说这一个呗。我刚刚就说这个贵呗，是不是？我说的贵是我说的贵，但不代表是你在别的地方那贵不一样，不同的啊。最贵是多贵？最贵1500块，1500姐。这个最贵，这个很冰的啊。我说的贵是在咱家贵，不是说是拿出去贵，拿出去这个那就是便宜了，是不是？你这是冰的还是爱带紫的？哪有黑点？黑点在哪儿啊姐？这是撒冰红粉的，哪里有黑点？这在别的家最起码要2000-3000块的，这是冰紫的。对，看品质啊。这上面做了一只仿古的龙凤，仿古的凤。姐，你看哪有黑点？来来来，打灯给你看，这个不是黑点儿，看到没有？那个不是黑点儿，放大一点吧。是黑点吗？仿古凤，凤姐不是龙凤，看到没有？凤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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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没有？仿古的凤凰，不是龙啊。我说的最贵是在咱家，我说是这几个里面，这个三个子里面最贵，是不是？这个可能还稍稍再贵一点点啊。吓死我妈妈的宝宝了，哎呦我那个天哪，那就是吓死你了嘛。你还是弯弯绕说了这么大一大堆，幸亏我脑子转得快，我脑子要转得慢都给你整迷糊了啊姐。是不是？这个很冰很紫的啊，我再考虑。行，给这个也，这个也美呀、啊，这个。这个其实美，这个。是不是冰黄的？这个不是那种干干的，干干的，它也料子再粗一点，它也做不出那个颗粒的。很粗的，它也做不出这个效果来，对不对？T 姐，你还在吗 ？T 姐 ，T 姐跑了。T 姐要看，想看那个貔貅嘞，人也不知道还在不在。你还在的话，我给你看看那个貔貅啊 ，T 姐，咱们一个一个来呗，是不是 ，T 姐？放心了，货你们就放心，绝对会给你们发的啊！这叶姐那里都收了几批货了，叶姐、文哥、那个猪哥们都收到货了，你们放心啊，咱家不会说是让你们有这种担心啊。哪一个？是说这个吗，姐？你是不是说这个？还是说这个皇家紫的？皇家紫的是你的货到哪了？哎呦，对 ，C 姐你要说哪一个啊 ？C 姐你说是这个这边还是这边？这边是皇家紫的，这边是春彩的，春彩的，那就这个呗。
这个九百八呀，九百八，姐九百八，光这工钱都不便宜，这纯手工做的，看到没有？九百八啊，提姐，你这料子都是非常好的料子。我看一下我林哥的那个到哪儿了啊？980姐。让你们实实在在看到性价比，这个你们放心，是不是？你们可以去对比，980也不贵。我是有点不太会说话啊，其实我应该说不贵，我要一说贵，大家不知道了还以为要多少钱了，是不是？你货这么贵，你卖个啥卖？清关完成，转运中，应该在台湾呢。林哥，应该在台湾呢，看到没有？清关完成，应该在台湾的。卯，980呀。这一次真的是不好意思了，林哥，这次真的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，因为你比那个邓哥那个晚了一天，然后他这个没有给你整空运，整的陆运，我那个海运陆运，现在货应该是在台湾，因为清完关了嘛，是不是？转运中，你习惯了，哪有就这一次嘛？其他前面几次不都是3天，是不是？姐姐。怎么样，姐姐？980块钱啊，绝对包你满意，包你收到性价比超高的啊！这也不是好几千块钱，是不是？反正你就这个屌样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两个拿上来对比一下，这两个吗？好。对比一下就对比一下，来，姐，对呀，毛货呀，进货。进货会给更美的，进货会更美的。抛完光以后，这种我敢给你们保证，抛完光以后绝对会惊艳到你们的这种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任何赌性可言这种的，是不是？先考虑最近没砖了，哎呀，没砖了，去马路边拆一点砖呗，是不是？这个其实也蛮漂亮的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个其实也蛮漂亮的，这个，对不对？我对绳子有恐惧症。你穿个木珠子也挺好的呗，对不对？或者给你穿那个别的珠子，玛瑙珠子啊，都行哎。这个珠子太贵了，这个珠子就不要用这个珠子穿了，这个珠子。有点那个贵啊，那个珠子有点贵。这都太贵了，这珠子穿起来。好的好的，姐姐，没事儿没事儿。来了，这个人也跑完了，哎，就这样吧，看吧。招财进宝这一只。但这真的是，这肉够不够胶质感够不够强？满满的胶原蛋白啊，胶原蛋白。买手牌送珠子，那好啊，那我就把价格提高一点再卖给你们。这样的话，我以后就 BBQ 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那个猪哥？啊，我本来这个要卖，整个这个要卖1500的啊，然后这个珠子然后就800，然后我就卖。2300，啊，我卖两，我我我要
我卖2500，给你优惠200，2300，是不是？玩个套路，以后估计也别开了，是不是？以后也不用开了，直接 BBQ 我了，不用开了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毛货，珠子也是毛货。小李跟猴一样精，那必须的，是不是？不精能干这个吗，刘哥？是不是？谢谢夸奖啊，非常谢谢。不是非常谢谢，是，那什么呀？非常感谢。卡尺嘞，卡尺也没有见，拿个卡尺。哎，T 姐，这个链子给这个都要装起来，装起来，到时候发货的时候再把这些给忘了，我跟你说就挂了。克白龙配青虎给林哥，克白虎配青龙给刘哥，这不是青龙吗？这不是青龙吗？哥，这难道不是青龙吗？这就是一条青龙啊。一条小青龙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条青龙啊，送我都不要，我就想用皮带，所以找白虎。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中间加个米老鼠。这龙是不是找到主人了吗？又乱配种，瞎说。这龙不是找到主人了吗？就是嘛，林哥来上，林哥，让我老林哥来上。对对对，新的。新的，给 C 姐不要那一个，我也没拿出来，在这里放着，给我骗你干啥嘞？是不是？拿上这个，哎呦，好鸡巴累，C 姐。哦，C 姐，这个老的这个要去抛光了，然后这个山水 C 姐的也放弃了，给，这些都没有拿出来，给。给，这在这里嘞，这在这里嘞，是不是？这在这里嘞，我又没有拿呢，这是新的哎，给，这些都没有拿出来，你还有啥说嘞？是不是？哎哥。这是一只小青龙啊，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你收呗，你收呗，
你说吧，哥，行不行？这条青龙正好，你不是在配吗？你看吗？哎，哦，这里有取货耶！把你吃了吗？老虎好了，啊、哎，吃了吗？吃了。我这看你吃完还不吃？你是你看我吃了。我怎么打给你打几个电话你不接？我手机根本就没有响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一打几个，我给你打几个，我舅舅给你打几个。给谁？那我该吃啥？我没看见。给，这都是我看见不就吃饭？我没看见。妈。我没有看见，真没看见。你爸不打你了。看老虎，行。看老虎。好。来来，我再洗一下手，好不好？要不你过来看期货，我手上都是油。让领导给你们看一遍，领导现在把期货拿回来，我手上全是油。来来，我不行，手上我洗了三四遍了。他们给你看完期货，咱们再看别的啊。来了来了，哥哥们姐姐们，128哥在不在？我叫一下他。看起货喽，林哥的那个印章也好了啊。刘哥呢？刘哥在不在？燕姐在不在？老鼠好了。欢迎领导啊！哎呦，林哥，你的印章哦，妈呀，这冰乌龟呀，又黑又亮啊，美得很呐！我这样有用。刘哥，你咋不说话嘛？这个好啊，对呀，你看看这品质，这颜值，好美哟！对呀，神仙颜值呀，美得很呢。好美，喂 ，YU YT 姐姐 ，YK 哥呀，刻名字取好的那哥，刻名字一个字50，三个字就150呀，哥。记得刻我名字，好的，刻刘展春，对不对？哦，看刘哥的啊。燕姐的平安扣也好了。燕姐好像没在呀。老鼠起货没？起货了，姐。老鼠和那个啥一起起货的。哇，我的妈扎爷呀！天哪，这美死了，这老虎。叫我妹妹，好的，姐。等你叫，等姐姐来了一起看啊。CK 姐姐在不在？CK 姐姐。CK 姐姐。哎，刘哥的老虎不是两个吗？现在怎么看到一个那个？跑哪去了？两个黄的哟，我看一下，哥，怎么那个没见嘞？我没拿呀。这呢？找到了，我也记得你是两个。哦 ，CK 姐姐，晚上好，等一下给你看期货，姐。妈呀，刘哥呀！你这翻种翻色了，麻扎爷呀，这不得了啊，这镜子一样啊。哥哥们开不开心呐？你看咱家的期货每件都是有种水有品质的啊，期货都是亮晶晶的，一闪一闪亮晶晶啊。翻去哪里了？翻种翻色呀，哥呀，你自己看呀，这品质呀，抛出来这品质。翻到阴沟里了。你想翻去哪里啊，我的刘哥呀，赚大了。